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uby， 欢迎收看《上帝的黑名单》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请记得要开启 CC 字幕哦。CC 字幕就是在这边，然后就把它打开，就会有字幕哦。在欢乐什么？很多人来摇，然后一个人是这样扛。真的啦！真的去哪里？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仇恨他的父亲，但是当他回想到他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的父亲并没有。最后 John 呢就必须把剩下的这个寡妇的剩下来的这些剩下的What? 其实 John Wayne Gacy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性向，但是他一直碍于怕被他的父亲责骂，所以他就一直扮演着直男的角色。直男可以 Gacy 经常去向他的同事就提供免费的炸鸡，然后还要坚持给自己取一个名字绰号，就叫上校 Colonel。 所以上校炸鸡是从对啊对。 Gacy 出生于一个蓝领家庭，其实外表上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，也没有什么不妥。不妥录影中大笑很不妥。还有另外一次呢，他父亲生气到拿扫斗、扫把，什么是扫斗？最后这一位寡妇呢，他会被发现。那前面的那两家人为什么就没有被发现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我怎么讲这个？所以就是秋天要吃蟹了，早蟹。秋起秋风早蟹。早秋早蟹。对啊。所以尺度又要搞这样子，不要到时候千多岁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个。我需要帮你把蛋打出来吗？麻烦你。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回家？你是不是要回家哈奶？哈奶是什么？哈奶是什么？喂，没有，就是多放干净一点。哈什么奶？为什么看到这个就笑？他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那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、更开心那个。所以到底什么？根本就是男生的好朋友啊。我小时候啊，高中的时候，我喜欢吃那个干的盘面。嗯，对。干的泡面。喜欢做，但是你知道做菜要花时间。哦。那做菜跟都选哪个？这样做。比较不花时间。你先做菜再做。我觉得你可以吧？我觉得你说不花时间，那要看人。对。对啊。梦多就不花时间。挺不花时间。两只可以摸的。哎，可是做完菜再那个手指都聊一些干净的。我曾经有在我家半夜的时候有听到回声，然后就是有一个很高兴的女生，她就这样，哦哦，后来她就突然冷静了，然后突然哦，后来我更确定她一定是在做那个女明星，因为后来我终于听到一个男的在最后说。他在离开的时候，在花园的草坪上留下了 Ramirez 在花园的草坪。最后呢，总共有26名受害者被埋在 Gacy 的地板下，还有三名受害者。那这些人呢，其实怎样？Gacy 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，他就是很简单一个那样，烦死！我不知道，其实讲这种是很难的。很扯，
是你知道，就是哦，就是卖地瓜球老板娘。对啊，地摊老板娘就是这样子钱的、啊。相似度百分百。过年的时候要吃的嘛？蚂蚁马哦。不是啦，我是艾莎啦。艾莎啦。艾莎。笑死。你刚刚是笑我吗？笑我吗？有吗？我有来了，对，现在你在笑我，小心哦。那是什么屌？是不是那个来的时候那个吗？对呀、啊。会痛，会流血。流血的。那就是对呀、啊。大家都一直期待第二集，对啊，现在终于也不用花时间写书，你就直接录影现场跟大家。哎，今天看到。